头顶上又痛了，但是比前面，啊，第二块陨石更砸下来啊，第二块陨石砸下来了，就是刚才一个大的陨石过来的外星人看到了一个就看就撞见那个无主人陨石啊，嘣，好多碎片，第一片刚才砸到我头顶上，然后第二片嘣砸过来更大的，更大的砸过来，就告诉我，这样的碎片，就无主人的那陨石跑到地球上，每年都发生过很多次啊，都是外星人在保护着地球啊，如果不是外星人保护着这个地球的话，这个坑，那地上都已经扎满了坑了啊，也可能，地球啊，早就已经毁灭掉了啊，都是一直外星人在保护着啊，告诉我这个信息，哎，好，我知道了，哎，好，哦，再见，再见。